舰长，敌人攻击越来越猛，战斗就来不及了。不行，我们要掩护其他舰艇离开。如果我们现在停止攻击，敌机马上会去轰炸已经撤离的舰艇，这样我们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 舰长，舰长，舰长，舰长受伤了！舰长受伤了！舰长，扶我起来！我现在还能指挥，去！ 接收岗位，是。您接收岗位，组织上员上山板。是。舰长，左舷被炸弹击中，舰体受到重创，舵机已经完全失灵了，中舷舰马上就沉了。舰长，撤吧。 我泱泱大国，海防薄弱，遭倭寇欺凌，是为国家之痛，国人之耻。今日中山舰遭此一劫，身为舰长，没能带着大家凯旋，我早已不打算活着回去。 兄弟们，走吧，留着性命，继续抗日，为国家报仇，为中山舰报仇，为国报仇。传我命令，全舰官兵撤离中山舰。你不走，我不走。对，江总一起走，江总一起走，江总一起走。这是命令。 如有违抗，军法处置。舰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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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勋舰。
在日军的空中炮火打击下，最终沉没于京口水域。舰长马世俊与舰上官兵20余人壮烈殉命。委员长，中山舰沉没，舰长萨世俊执意不肯离舰，与舰上24名官兵壮烈殉国。中山舰是萨世俊叔公萨正兵于1910年购于日本，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讨袁护国运动立下过汗马功劳，终究是为国殉难。日军攻陷马当要塞后，于6月29日以爆破队打开马当封锁线，疏通了长江航道。随后波田支队在海军协同下沿长江继续西进，当日攻占彭泽。大本営の決定以下の通り、火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を総司令官とし、第2軍及び火中派遣軍の両方面軍を統括する。広北軍は東国宮鳴彦王を司令官とし、は藤田進む、は篠塚義雄、は小木杉一平、は藤江圭介の4師団、は及び小島吉蔵、騎兵第4旅団及び配下の野戦重砲第5旅団戦車部隊を指揮し、それぞれ大別山麓に沿って武漢に進攻せよ。はい、はい、江南方面軍は岡村康次を司令官とし、稲葉四郎、は伊藤正義、は松浦純六郎、はい、本間正春、は吉住良介の5師団、はい、および羽田11台湾混成旅団等20万人を指揮し、第3艦隊および徳川義俊航空兵団とともに武将に進攻せよ。はい。日本华中派遣军调动冈村宁次第11军5个半师团、东九耳宫第2军4个半师团，各种舰艇120余艘，飞机500余架，计25万日军向武汉扑来。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成立第9战区，以27个军的兵力负责江南作战，同时担任武汉城防，另扩大第5战区。仍以李宗仁任司令长官，率23个军防守江北，参战兵力120余个师，达100万之众。哎，现在马当都失守了，小鬼子打过来也就是早晚的事儿，大家还是早做准备为好。司令官殿、お戻りになられては。天気があまりよろしくありません。いや、今日は良い天気だ。今日は実に美しいと思わんか。
前线电报，塔顶山南北一线失守，孤塘失守，沿江防线失守。十年前，那个被我打得满地找牙的冈村宁次，这次竟然被他打得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总司令，今非昔比，日本人的扫雷艇舰队有多么的强大，而我们却是孤军奋战。从7月22日夜日军发起攻击，到26日晨占领九江，仅仅3天的时间，被视作江上重一的九江就步了马当的后尘。总司令，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传令下去，以黄老门东西之线为第二线预备阵地，以便状况不利时行逐次抵抗。司令，撤！天大的事儿老子顶着。做去武汉的准备吧。去武汉？上军事法庭。向花。委员长，九江，我应该再坚持几天，我负有重要责任。不要这么讲，在指挥上你没有重大的失误，而马当要塞是另外的问题。有时间啊，你应该去看看郭沫洛。你们两个不是五虎上将吗？魏院长，这你也知道。还有，也听是吧？是。好了，魏刀，你的工作岗位上去。魏院长，向华。有时间去看看你那些共产党朋友。谢委员长。武汉军民抗战的热情是他们调动起来的。8月9号要举行一个保卫大武汉的歌咏大游行。这也是战斗啊。同胞们，现在武汉危在旦夕，更需要我们万众一心，共同抗敌。我不是军人，我没有枪，音乐就是我的枪，就是我们大家的枪。我们用歌声点燃民众的抗敌勇气和杀敌决心。保卫大武汉，保卫大武汉，消灭小日本，消灭小日本，大家一起来。大刀响，预备唱。大刀响，为我们的头上抬举，全国武装的英雄们，抗战的一天来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他们冲锋陷阵，勇敢前进。战争来了，我们再也不能安心求学了。许多学校已经被停了课，许许多多的青年已经开始无家可归了。对呀，对呀，好好，青年朋友们，今天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大时代，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
这样的机会是很少碰得到的。我们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更要肩负起将来建设祖国的重任。我们要求生，就一定要抗战，要有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抗战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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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的论吃久战给了我们信心，义勇军进行曲给了我们勇气。朱主任，请告诉我们广大学生，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和你们一起抗战到底。我贡献给诸位青年朋友四个建议。第一，到军队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勇敢的，是诚意的，是艰苦的，是深刻的。我们要成为抗战的支柱，我们要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努力去争取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好，日军十一军的第六师团沿大别山南路西进，遭到我第五战区李品仙兵团的有力阻击。这个小诸葛啊，现在越来越有孔明相了。他把李品仙兵团全部部署到了大山里头，对熊本师团进行了有效的阻击，还真的是取得了奇效啊！特别是7月26日，在太湖县的一场反击战，他把道爷四郎的第六师团打的是满地找牙。一群广西猴子在大别山作战，就跟在广西十万大山一样熟悉。哼，那就叫如鱼得水嘛。哎呀，虽然如此，国民党军队还是没能挡住熊本师团西进的步伐。7月26号，太湖县失守；8月2号，宿松失守，而黄梅也是危在旦夕。这老蒋一退再退。哎，董老啊，你放心，即便道爷夺取了黄梅，他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他得缓一缓，喘口气才行。恩来说的没错，仗打到这个份上了，日军已经是后劲不足了。原因有两个，一是从安庆到前山再到黄梅，熊本师团的战线拉得过长，为了防御大别山北路倭军的攻击，他不敢再发动新的攻势。第二呢，冈村宁次的十一军战场已经全部陷入焦灼状态，他必须等江北的第二军跟上才行。所以啊，当前日军的威胁是在北面，而不是在南面。必须提醒国民党方面，不能让日军夺取南昌的目标达成。我建议啊，老蒋那边还是由恩来出面提醒一下。刚好我要到延安去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临行之前和老蒋打个招呼也好。报告委员长，周先生来了。啊，快请他进来吧。是，进。好啊，委员长。恩来啊，我等你半天了，来，快坐下吧。好。委员长好雅兴啊。啊，我读的可是毛先生的文章啊。来，快给周先生上茶。我想这篇论吃久战你恩来一定看过不止一次吧。是啊，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吃久战我读了三遍，可以说对当前的抗战形势直接论证了他的分析和看法。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方针论述得十分透彻。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在华北华中看起来来势汹汹不可一世，现在又把矛头直指武汉，可待他们的三板斧砍过，也就没有什么新招式了。抗日战争虽然还会持续很多年，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日本必败，
中国必胜。你们中共对武汉的会战有什么看法吗？当前的局势是，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虽然已经占领了九江，但在庐山却遭遇了第一兵团各部的顽强抗击，双方形成了一种焦灼状态。而沿江南西进的波田支队和沿江北西进的熊本师团也遭遇了张发奎各部和李品仙所部的反抗，前进不得。可是恩来，你也应该晓得，这个仗打的是十分的惨烈啊。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冈村宁次不是不想前进，而是无力前进。他必须要等江北的第二军赶上来，而且我们分析，江北的第二军很可能在近期就会有所行动，如果不早做准备，江北的第二军很可能对武汉也造成威胁。恩来啊，以你之见，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日军的战略方向有两个，一是由陆安经商城直逼武汉，二是由黄川到信阳扶武汉之背。而据我们分析，很有可能两路并进，所以委员长务必要提醒第五战区早做准备。你的见解很有道理。下个月我党要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延安电令我务必要赶回去。这里是日军的报告，最新敌情。对的。来，加把手，来。来人，这边把子弹拿过来。是。干嘛呢？走啊！不是，天这么热，快点休息一下行不行啊？热死了！快点！就休息一下啊！快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说唐桂林，你热不热呀？脱光了多凉快。要你管啊！哪凉快哪待着去。哎，我说，你还挺牛啊！不就是上次你比我多打死了两个鬼子军官吗？我告诉你，我这次让他弹无虚发，你就不一定了。好啊，那赌啊，反正我上次赢了你五十发子弹。别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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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就赌，赌什么呀？对呀，什么？想什么？一百发。好，一百发，好，我跟你赌，走。哎，唐桂林，哎，唐桂林，别动手动脚的，动一下有什么大惊小怪？你又不是女的。哎，我碰你怎么了？哎呀，她要是个女的，躲开。你还别说，她要是个女的，枪法这么准，我还非她不娶。好了好了，都别闹了，赶紧修工事。好，修工事了。走了。
回100发子弹，我看你怎么玩！吓到我什么？专心点！命令迫击炮营向进攻的鬼子队伍开炮。是。通知迫击炮营向进攻的鬼子队伍开炮。是。炮兵，炮兵，向进攻的鬼子开炮！准备，上弹，发！投石机机，投石机机。鬼子要上来了。
唐慧琳，唐慧琳，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喂，顶住啊！好了，都出去出去，别看了别看了，出去！你真是我们女孩子的骄傲呢，都是给逼的，逼急了就做到了。你咋想去当兵了呢？我母亲早亡，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他们都在战场上让日本人给杀了。那天我走在街上，看见部队征兵，就把头发剪掉应征了。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是女人了，你伤口好了之后打算做什么？继续打鬼子。还当兵啊？嗯，我得拿鬼子的命换回我家人的命。等啥时候呀，把小鬼子都打跑了，啥时候就不当兵了。抓紧时间修正工事。连长，连长，重大新闻，连长。别卖官司，快说！唐桂林是个女的。什么？唐桂林是个女的，兄弟们，唐桂林是个女的。是个女的？难道花木兰转世了？是个女的。是啊，这你怎么知道？难怪她平常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儿。女的，唐桂林还真是个女英雄。原来是个女的。真是没想到。在抗日战争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召开这次会议，我认为是十分必要。我非常同意你对全国15个月来对抗日战争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嗯，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依照目前战争的形势，随时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其他的机关也要做好准备。新华日报从创刊就办得很好啊。董必武同志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我看呀，还得加上鲁迅先生讲的投降啊。这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投降派的投降。新华日报的同志们都很努力，不知道主席注意到没有。嗯。几乎每天的报纸都有董必武同志的文章。你们写的东西啊，都爱用笔名啊，但是你们写的东西啊，我只看上几个字，我就知道是谁写的，是董必武写的，是叶剑英写的，还是郭沫若写的啊？因时局危急，不待会议结束，立即要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我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用长期的合作来支持长期的战争。武汉会战可能是抗战的一个转折点，是我们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这个时候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要记住啊，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啊。走，我们继续开会。走。从日军进攻安庆算起，武汉会战已经打了3个月，日军对武汉三镇的轰炸越来越密集，武汉外围已没有几个放心的支撑点了。七七事变爆发后，先后失陷了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济南、徐州，哪一个不是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今天撤离武汉进入倒计时，蒋介石如若还记得自己的庐山讲话，又会有多少酸涩滋味上心头？吴院长，子之啊，来跟我讲讲疏散搬迁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根据委员长的指示，先搬迁工厂、银行和重要的资产设备，再根据战事的发展疏散政府机构、学校的人员。
迁建委员会已经统计并确定了233家工厂的搬迁计划，现在有一半搬出去了，还有一半正在运行当中。很好，但是对工厂的搬迁还是要抓紧时间。请委员长放心，我一定抓紧督办。来，打把手，来，扣稳了啊，使劲啊，来，扣稳了啊，哎，扣稳了，一二七，快快快，上来，上来，来，上来，好了没有？我是上一步，来，咱们躲来点，咱们躲来点，先推一下，快点，快点，快点，我躲来点。将軍殿、渦中派遣軍の司令官からの電話です。司令官殿、東国宮です。もうすでに5日も経った。このまま小木瀬兵団が前進できないと大本営の進行計画全体に影響をもたらすことになる。小木瀬兵団は時金山地区で信濃軍の頑強な抵抗に遭いましたが、第二軍は信濃軍とは絡みつきたくなく、篠塚師団の岡田軍が越剣城を占領し、甲州甲仙に沿い信陽に急進中です。迂回して武漢の背後をつきます。大胆な計画だ。成功を祈るぞ、東国宮中将。はっ。命令だ。篠塚師団の瀬谷軍に霊華州から南下して時金山信濃軍の退路を断つよ。敌人已经到了这里，还有这里。喂，喂，喂，是参谋长，白长官电话。喂，白长官。向参谋长，伏击战的情况怎么样？战斗很激烈，部队伤亡很大，不过请白长官放心，伏击战阵地我们还守得住。这就好，现在日军的钢铁旅团正向黄川方向急进，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想攻占信阳，赴武汉之背。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我已经电请委员长调胡宗南三个师去控制信阳，同时分连陆部在商城以南、京府以东和麻城以北构筑阵地，阻敌南下。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争取更多的时间，保证以上部署的完成。是，请白长官放心，无论多大伤亡，三十六师都会坚守到底。大夫，让开！
都是待续的目光，巍巍华夏，谁为争一座青天脊梁？谁让亿万同胞万斤背叛年轻的岁月，不忍触动创伤，熊熊烽火，谁为尊严刀火赴汤？谁向千万忠魂深情仰望？